直以来，一次又一次的努力，就算没人理解，我也觉得没关系的。可是，老师却在这个时候对我说：“你很努力了，你这个人真的是太狡猾了。”我也想像星野和补习部那样被老师关心，被老师劝架了。没有，我刚才是乱说的，那些话你就忘了吧。不是，我成绩还挺好的，平时基本都是满分吧。不，那个也不用了。算了，就这样吧。话说回来，老师，你是来要拜托我什么事吗？只是随口说说而已，我只是想跟大家撒撒娇罢了。已经没事了，老师。会长，亚子，抱歉让你久等了。是，准备完毕，等老师指示吧。